车，下车。我都帮你把狗送来洗澡了，你还提出那么沸沸尿起来吗？你看，他都知道要打招呼，你那个主人怎么那么美吗？你想骂人呢，就直接一点。你到底想怎么办？我要做回石俊清。你跟安妮都七年了，都没有那么容易分干净。所以我需要一点时间。是我。都过了半个多小时了，狗呢？什么情况？我们30分钟就到。是你们那儿的人会说狗语呢，还是你们那儿的狗会说人话？他说我们是狗。一的，明白吧？啊，在，哎，老大，来的正好，我给你对一下明天无人机表演的紧急预案。怎么还有预案呢？有规矩啊，万事咱们得准备 Plan B 啊，留条后路啊。我做事没有后路。啊？小安，你跟老秦把明天的活动流程对一下。我不要。为什么？在一起工作久了，没有新鲜感。哼。怎么着？你也学会玩欲擒故纵了是吗？我告诉你，别把有限的时间浪费在无聊的套路里。老大，你受什么委屈了？我像是受委屈了吗？把第一次拍的节目素材调出来给我看看。好。还是有问题的啊，老秦。嗯。画面有点抖动，而且画质也不是特别清楚。把栏目宣传片拿给我看一下。不好，不相关的人不要放进宣传片。这个后期是要剪掉的啊，没有用，这个镜头留着。听见没有？剪掉。我告诉你啊，工作和感情不能混为一谈啊。你刚才不是还跟我说工作和感情是密切相关的吗？那得分人。怎么分？用脑子。举个例子。10月就不行。那谁行？我。找我。
小到大，咱们。交心的朋友，就是能随时随地倒垃圾，也能帮你出谋划策，24小时随时待命的那种吗？所以从现在开始，你就准备24小时待命吧。遵命。